而且很感觉很困，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又一个，一次转身，要的是一把匕首。当心炸药桶。一级传染两级性，三级恶驴要你命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更多火药，跪得白，真的是好爽啊，兄弟们，好爽啊，真的是好爽，好爽的吗？谢谢林坎迪送的，好像不是我。谢谢林送的办卡，谢谢老板送的六个办卡，谢谢。感谢各位老板送的新年快乐，谢谢。谢谢林送的办卡哦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Q 应该死，点燃都不用点，行，给你给个点，我怎么感觉都死不了？一个点燃而已，好的很快的。差点钱，算了，还是要回家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你也是粉丝团的一员了，以后在外面可以报阿弟的名号吗？可以的。但是听别的兄弟讲，他在外面被别人打，他说我是跟海洋痴呆阿弟的，然后他好像被打得更惨。你下次报我的名号报凶一点，你知道吧？他可以不怕，但是你的气势一定要出来。偷点钱我就跑。更多火药，我要
和他们消却一下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本来只有五个人打我，报了名号来了20个。那我就问你，报了名号来没来人？来人就行了，你别管是不是干你的。大海，我就问你，你报了我名号有没有来人？我有。你就说来没来吧。炮弹里洗个澡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怎么还被反杀了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憎恨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烧吧！嗯？我丢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像回了，哦，都没回，他跑中路去了，我操！那莫名其妙，那我这不拆爽了？哟，差点！当心炸药桶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好受多了。看了我的船长，你自信打开了游戏，在塔下炫了15分钟级，那可以啊，你可以开个直播做吃播呀，是吧？可以做吃播的。还没打死，但是气势出来了，快跑！我就问你，我玩的凶不凶？很凶对吧？凶就完事了，打没打死不重要。你们就能安逸？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谢出色的小新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我要夺回属于。谢阿烂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一次转身，得到的是一把手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红 buff。要去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带的很。又一个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
他又跑了。随时可以起飞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当心炸药桶。有眼。从这里进来，他们应该是看不到了。更多火药，打个闪还行。死亡的潮汐，是我的归来。打个闪现不亏哦。偷袭狗不要脸。好闪！大海和人类背叛了我。逮不住他。哎，什么东西？操！不行，就出个影魔刀。对面这人好恶心啊！他妈的，只会玩偷袭的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不过这版本塞拉斯伤害还高，是他发育并不好，但他一套就差不多是可以把我打死。莫名其妙。喵的！都来了，都来了！一人抓我一次。六，
不去管那个万豪了，管那个万豪贼没意思，他看到我就跑，玩的贼没劲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老老实实拆了，跟对面玩特别恶心，他甚至都不敢正面直视我一眼，都看到我就跑，然后就他队友就过来蹲我。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，只会玩偷袭。有一点点痛，跟队友开先锋推塔去，我站在正面他只能开我队友，他开不到我。退中退中退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他们有猫咪，后面很麻烦的，能推就赶紧推的。哎，这我就有点无语了。枪一个，走了吧，走了吧，没必要给对面送人头啊，直接溜。只有40%的暴击率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那他们不就没有节奏的吗？被团一波应该就结束了。
侥幸之余，当心炸药桶！这咋这么痛啊？哎！妈的！这跟单挑大龙似的。你立刻跑！等一下我，我下波铁定不中了。这飞机应该回家请大家保存一下。真是一死吧溜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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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什么叫担心垃圾桶？那会给你两桶子，你小子。那只能表明你除了是个软蛋以外，啥也不是。哎，你这不拆呀？来不了。给你小子狂的不行了。